什么令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马来西亚人什么令，今摆是宵夜的时间，就是要来试食，应该讲要食的越南河粉again，应该食的是足阳春的河粉对无？我顶一集，即届要开的是较正宗的、较厚的、料较济的。打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变多？你上次不是预告过了？不行啊，上一次在集没什么人看。没差吧？你每一集都没人看呢、啊。好啦，反正我开这频道也不是为了别人。笑。哎，哇哦，今天是较切超的，我靠。较澎湃。肚料河粉，河粉各有三包。有料理包哎、欸。一是牛排烤饼。然、哦、后又是牛肉。嗯，应该粉的经验就是。泡混是唔免煮诶，大家都写说煮了比较没有那么好吃，就是泡就 OK 了。基本上过热水它就快熟了。葱诶，对，好，那你要先要聊什么吗？给我一个话题，我就可以开始了。我没有话题，最近断交。快一点要断交了，无朋友了。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好了，但是台湾无朋友不要紧。并购五啊，我们代表马来西亚没有跟台湾建交哦。没有啊，五啊杰郎诶建交，我已经不是建交这么简单了，我对台湾的爱已经超过建交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愫，但是我介意台湾已经是属性。是寿司哦。事实怎么讲？属性。属性。好热。你自己要穿长袖，我又不懂为什么你要穿长袖。哦，因为但是说我的。就就这啦，对，讲我已经肥了，肥了卖伤害大家的目睭，我就要穿安尼。你妈热人诶，最后一包加了这个，哇，八包，今天是五八了，这届 yes，OK，、okay, 今天就是伊个偷偷的，啊，里面已经没了吗？没人呢。这个很胖的我介意，第二个就是安尼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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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啉你的汤。哦，这个是更加胖的，你嘛试吃伊的吧吼。肉排。嗯，哦，够嫩的，泡面可以做成这样啊，嘛是无简单的。两块尔呢。好呀，有吧。所以汤跟上次的牛肉的那个比起来，汤好，有提升很多。有耶。嗯，这个是化学汤的感觉，这个有这个牛的高汤的感觉咯。哦，这个层次有 upgrade， 值得一吃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呢，是同一排的吗？哎、哦，同一排的。嗯，这个就是上届阮开的五百，这个就是五百版本 upgrade。嗯，足紧就煮好，泡好诶，唔免煮哦，泡就对了。方便性就是100分诶，所以这个口味加方便性。我就可以管的分数，可以87分。哇，87分哦，嗯、怎么这么霸气？嗯，不是故意的哦，就是突然很想打87分，我真的是太热了，还是要露出自己的手背。完蛋了！我肥还是瘦，有啥咪影响？无影响嘛。你肥的时阵，你瘦的时阵，手拢叫你大块，无法度。有些人就是安尼。对。大家有发现五色差？我去蓝屿啊。变哦哦，看不出来。爱蛋挤一个冬天怎么讲？爱过节当天。爱过节的当天才有可能变白。要过热哦，你要不要赶快结尾？无法多抬杠足久了，后盖介绍，试食试啉咯。后盖见，拜拜。我这样子，我的手臂有没有在？我怕你飞走。那我的拜拜秀以后就可以叫 ending。对，你就然后你就特效了。见咯，就特效整个人就这样咻一下飞走。后盖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累，无聊。